嗨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海洋。来，我们今天谈一下什么？鬼门开了，不用怕，人比鬼更可怕啊！鬼门关开呢，我们要跟好兄弟好好相处。好，这个月就是孝亲月。2024甲辰年的火运20年呢，之年的第一个年令呢，甲木成土，天干木来生火，地支火来生土，五行呢是壬水生金。这个月是壬水生金，水会克火哦，啊，金会被火克，成为呢金生水之局。五行中金水木火呢，唯独缺火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天干的木呢，怎么样生火呢？好，偶尔点燃的火是没有用的哈，要有大的火才有用哈，因此需要补火的运势。好，补火的运势，补金的运势都好。我穿白色的衣服就是补金的运势哦，看到了没有？白色的衣服是属金哈。那补金的运势呢，金要强才不会被火融化，这样大家知道了没有？口红擦红一点好不好？腮红擦红一点也可以，衣服穿红的也可以。如果你是秋冬生的人呢，请你呢穿红色的衣服，红色的内衣裤都可以。好，农历七月壬申月呢，天梁化禄，紫微化权，左辅化科，武曲化忌。最旺的生肖命格中有武曲天府星、紫微天象星、天梁化禄星、太阳太阴星、左辅右弼加廉贞化禄、贪狼禄存这几颗星，你的生肖里面是这样子的命格，恭喜你。在哪里可以得到你的命盘呢？来告诉大家，你的命盘呢，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可以下载了，好不好？到网络上搜寻就可以下载，全部都要加禄存哈，三合禄存化禄，这个才有效。廉贞化禄哈，它是一条哈事业的引线。贪狼禄存呢，它是一个呢能够治贪狼之恶而得财的引线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命格里面呢最重要，这个月呢是壬申月。好，恭喜属猴的朋友哈，属猴的朋友、属龙的朋友，还有属鼠的朋友，另外一个是属蛇的朋友。好，那这四个生肖以外呢，我讲到的是其中还有一个生肖呢是属猪的。为什么呢？财禄星落在猪的位置，所以呢这五个生肖呢，猴、龙、老鼠、蛇跟猪，你上榜了吗？如果你是这个五个生肖，非常恭喜你哈，加把劲哈，在这个月呢要赚的盆满钵满是很容易的哈。为什么？壬申它有两个情况，一个就是破大财，一个是赚大钱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本命里面是壬申人的话呢，你就会出问题。好，如果你是本命是壬辰年的人呢，也要小心哦，因为壬辰，辰是在什么？申是在四生地，辰是在四木之地。四木之地的话，它要爆发开来，所以呢，你要想办法呢赚一些爆发财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呢，像是属龙的那个壬辰年出生的，民国41年1952年的，那个运势就还可以哈。那你们要加把劲，但是不是很大很大的钱，是一个让你可以呢在这个时间呢度过困境的一个钱哈。那所以请大家加油哈。那另外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2024年呢，天运属甲木，月令属壬水，水能生木，代表聪明才智哈。那年运地支是辰土，月令是申金，土中生金代表呢才华露出。你有没有专业知识？你有没有专业技能？你的专业强吗？你如果专业不强，你根本没有机会的。这个大运里面呢，我要先讲一下，这个大运里面全部靠实力而来的。你没有实力，你根本不可能。不要每天哗众取宠，不要每天讲东讲西，那是没有用的。你一定要扎扎实实的，你真的你扎扎实实的有很强的专业。比如说你是一个英文翻译，你的英文翻译要变成口译，你那么厉害就行。如果你是一个呢小编，那你要把小编的工作做得很好，然后呢剪片剪得非常赞，然后该摆什么东西就摆上去，那就很厉害。像我的话呢，专业要更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要跟你讲天干地支呢，还要讲什么奇门遁甲啦，还要讲什么风水啦，五行啦，变化啦，这些都要更强。那刚才讲过才华要露出嘛，是土中要生金，土中生金，土是盖住那个金的，你要想办法喷出来，你的金要露出来，是不是要用力挖开你的土呢？代表什么？你要努力啊，让你的才华看到，被别人看到，被老板看到，被合作的伙伴看到，否则你根本没有办法有起死回生的机会。好，唯独缺火运助攻哦，还是缺火哦，所以呢，因此决定是否能快速解决财富、财力、财运的财库，所以呢，绝不能缺火。
好，尤其是秋冬生的人，冬天是水冷金寒哦，水冷金寒，气虚啊，弱啊，哦，讲话诶不带劲啊，啊，好像那个游丝一样，干嘛调皮啊那然后，啊，怎么赚得到大钱呢？啊，然后动作慢吞吞的，怎么赚得到大钱呢？对不对？啊，身体又不好，啊，不看医生，然后吃的药都吃错药哦，那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呢，让自己的运势变好，那就什么？多用火的能量，火的能量呢？第一个呢，我都会教大家，在家中的南方、北方点一盏盐灯或者夜灯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灯，门口大门口也要一盏灯，大门口要一盏灯哦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财神不入暗门呐、啊，哦，所以呢，门口的灯呢要亮，打开门以后，我们就看到灯。好，南方火呢来快速来助攻你的财运，北方水冷金寒更需要以火来助旺呢水，让金还热起来，这样子的话呢运势才会更强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在东方呢也可以放这样的招财树哦，黄水晶啊、紫水晶之类的招财树，而且有灯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也代表呢火哈、哦、运势会更旺，木来生火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呢用红色的绳子呢哈、哦，这个上面红线呢啊、哦，这个是有貔貅的哈、哦。那另外的呢，这是有砗磲，砗磲是抵挡困难的哈、哦，减少我们的压力的啊，这个是招财的，你可以轮着戴。那么红包袋是最好用的，钱滚钱啊，这是老师亲自设计跟写的哈，我亲自写的。当然在我们的官网里面有哈，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，很便宜哈。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在2024年的这个月呢开始呢助攻我们的火运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所有的运势呢都会呢否极泰来。那很多人用了这样的方式呢都开始赚大钱了，你要不要试试看呢？可以哦。好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开订阅、下小铃铛哦！祝大家平安、顺遂、健康。我的官网在这里哦，官网哦，我的官方网站哦啊，你们可以进去搜寻啊，请小编停留多久时间给你们哦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